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是用食物在量化季节？冬至吃汤圆，圣诞吃烤鸡，情人节吃巧克力米糕麻油鸡。管它什么国家的习俗，只要爱吃，都一定要跟风过节。清明节为什么一定要吃润饼？原本我以为是春天要吃出暖花开，大地发出的新芽。查了一下典故，原来是关于一位忠臣在唐难的时候割自己的腿肉给主子吃，后来却被主子放火烧山给烧死。这主子还为了纪念被自己烧死的忠臣，规定所有的老百姓这一天都不能给老子生火，不能给老子生火，所以才有了这个寒食节。我是想说，如果要瘦腿的话，得要全身性的减脂才看得到效果。透过深蹲跟各种臀腿训练，然后用狼牙棒。好好的拉筋放松筋膜，如果容易水肿就多喝水，帮助身体代谢。运动也可以改变体质，让水肿不要这么猖狂。割腿肉真的是很猛汤猛汤呢。我很爱吃春卷，一年四季都在过春天，而且一定要花生糖粉、香菜跟很多的海苔。但现在在防疫期间，不能去中校夜市买有爱吃的春卷，所以自己改一下配方，在家里用常备的千张蔬果虾仁，即兴发挥一下，在家里面过个春饮。这不是放火烧山的圣旨，这个就是千张，是豆皮的一种。因为碰到水的时候很强韧，吃起来有点像豆干饭的味道。它如果碰到水的话，就会很容易破掉。你要包入比较湿的材料的话，我会煎个蛋皮铺在上面，就可以很顺利的卷起来。减糖很流行的好物，闭门造卷就是为了不出门跟大家群聚。如果你有家族压力，一定要去扫墓。我想祖先还是很开心见到你，即使口罩戴好戴满，一定也认得出自己的家人。请一定做好防护措施，并与人群保持适当的距离。祖先一定会希望你们平安健康，远离危险，不要太快到那个世界跟他们团圆。酸甜苦辣是人生的富有。酸甜苦辣是人生的富有，赤橙黄绿是人生的斑斓，色彩缤纷的春卷真的很疗愈，但是做起来实在是让人怀疑人生啊。爱吃的东西，我的接驳车来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，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想要看什么更多主题，